之前交过几个女朋友？就俩。还有联系吗？没联系了。叔，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不紧张。你很紧张吗？嗯。你是什么表情？保护女朋友。其实啊，我是小宝的大三届的同学。叫他小卢就行。来啊，来，我跟你讲，龙虎武术入门首先要学的就是挨揍。你是可以大有作为的。